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公啊。今天终于不下雨了啊，和来旺在外面玩一回啊。来旺看到我来了啊，非常的高兴。你看这尾巴摇的啊。我们家来福呢？哦，我们家来福还在仓库里边呢。你看，听到动静了，哎呀，及时到了，知道它主人来了，使劲往外跑，使劲往外蹭啊。哎呀，真笨啊！那边有个门，它不知道出来，它非要从这来转。哦，估计他发现他知道用脑子了，好，从那边跑出来了。哎呀，刚才看他这么激动跑出来，还以为要跟我亲热一下呢，结果跑去拉屎去了。啊，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，在他心目中拉屎第一，主人才第二呀。我要把他丑陋的嘴脸给他拍下来，我看看你好不好意思在这拉屎了。啊，我要用摄像头给你发到网上。你看看，就是你这个贼眉鼠眼的啊，在这做羞羞的动作了，嘴里大小便啊，刚才在门里面那么激动的样子，感觉就看到主人，哎呀，就特别想主人啊，一跑出来就跑到这拉屎了，甩都没甩我。现在你们两个到对我摇尾巴了，看我手里面拿的什么？对，粮食啊，只要我拿到粮食了，他们才把我当成神一样的看待啊，你看看。他们蹦啊跳啊就想吃饭，我今天就要聊聊你们，谁让你们刚才不重视我的，非要我拿着食物你们才重视我啊！你们在这呢，好生给我拍马屁，帮我拍得舒舒帖帖的，我才给你吃。现在我上二楼了啊！最近有一只流浪猫天天跑到啊潜入到我这个仓库二楼偷吃狗粮，因为我这狗粮都放在二楼嘛。他偷吃也就偷吃了，哎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谁让我这么喜欢小动物呢？结果他倒好啊，跑到我这偷吃不算，还要把这个屎拉到我这个啊仓库里面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，非要拉到我仓库里面。你想你吃就吃了啊，你干嘛要把屎拉到我这个二楼呢？你这不就赤裸裸的挑衅我吗？啊，吃过了还要留个记号。啊，谁个到此一游，哎呀，我气死了了！不行，我要把我珍藏多年的这个猫笼子拿出来啊！我要一定要把这个猫逮住啊！这个猫本来我不想逮下来，不过它就赤裸裸的挑衅啊，在我这个啊小坑坑里面拉这么多屎，肯定我这个小坑坑里面都是啊灰啊啊水泥粉的呀，它帮我这个当成那个猫砂了啊，就搁了我这个。坑里面了啊！气死我了！今天我打算一定要给他逮住。你看，我把我这个最贵的罐头都拿出来了，真是下足了血本啊！真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！我一定非要给他抓住。我这里面不但有罐头，还放了狗粮啊！他喜欢吃哪个啊都有，吃罐头也行，吃狗粮也行。你看看，我给他放到最关键，他就天天就在这个楼梯上跑出来的。好。我就放到这个楼梯口，我一定要想方设法逮住你，看我逮住你非要给你一顿暴揍。上次弄的面包他都没跑进去，特别的聪明，今天我给他搞的罐头啊，这个香啊，我这个仓库外面都能闻得到，绝对能逮住他。好，今天我要帮他设置的特别的松啊，一踩就关门，哈哈哈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，我们下期见。